都盯好了，洗手间的窗户一定要关得严严实实的，所有的出口也要看守好，窗户下面一定要放好软垫。 思雅呢？思雅在不在？思雅也不见了。人呢？昨天小袁还跟我在一块儿，我们还一起选衣服来着。今天醒来她就不见了。没事没事，不关你的事。小袁之前也逃过婚的啊。石若月也逃婚了，她是不会逃婚的。那可说不准。这俩人不会真的组团跑了吧？这可怎么办？你看吧，女人就是这样。 关键时刻爱矫情，是不是兄弟？更靠谱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能不能不开玩笑？找人吧。哎，哥，别找了，婚礼照常进行。我说亲家，哎，这个婚礼以后你可不能着急走啊，还得陪我耍上两圈。这您就别担心啊，我老早就把那鸡麻桌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女儿的婚礼啊，打什么麻将啊？ 就打两圈，玩两圈就好了嘛！啊，行行的，打两圈，打两圈。各位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首先感谢亲朋好友的莅临，让我们伸出双手，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两位新郎入场。两位新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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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位
既然新郎不在，那就用他代替吧。交杯酒，我先喝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听说啊，两个新娘都是袁家的女儿。我就不知道袁家，哎，究竟哪有那么多女儿出嫁呀？啊？哎，我问你。 是不是咱们家闺女又逃婚了？瞎说什么呀？孩子都有，逃什么婚？乌鸦嘴！好，让我们掌声再次响起。今天呢，虽然新娘不在，但是并不妨碍我跟她结婚。总之，今天这个婚，我们是决定，无论是否有人出席。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等一下。哇，她们可真够漂亮的啊！ 好，现在请新郎为新娘戴戒指。
滴滴答答过，岁月到底偷偷偷走了什么。你确定我是袁思雅吗？我还剩下什么？大雨一直哗啦啦的下，倒映在水里面最美的脸颊，是我深爱的你呀。等待就像樱花海天一线的晚霞，无尽的美好我只有那么一刹那，向往的一刹那。每天小路跌跌撞撞，害怕这怕那，见到你之后又开始说胡话。难道这我说你刚才去哪儿了呢？原来跟你姐姐在想着怎么整我呀。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呀？这边去，到清源府了啊！好好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鬼爷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婚礼都快结束了。哎，你怎么穿这么少？哎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小心地上。哎，锦晨，小小姐，这个就是我们家小萌。原来真的有小萌这个人啊！那可不嘛。不错、哦。恭喜你们二位啊，你们俩真的是郎才女貌啊。谢谢。我们家桂姨有没有经常提到我的名字啊？何止是提到呀，桂姨的口头禅就是我们家小萌。那是当然，所以啊，我规定她必须每天都提到我的名字，防止沾花惹草。放心，应该很少有人像你一样眼光独到。哎，快过来拍全家福了、哎！快过来，走走走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快快快点儿！明明该不会欺负妹妹吧？哎，明明是欣欣欺负哥哥，好吧？我真的是受不了你这个女儿奴了。哎，慢点。姐，你不会又……你可千万不要告诉爷爷，我可不想再吃那些奇奇怪怪的补品了。可以啊，哥，速度挺快的嘛。你没事吧？来，走，咱们进去。月啊，要么我们也……要生你自己生。